妹妹，你吃过黑白配吗？哎，好熟悉的名字，好熟悉的名字。嗯。啊，这就是黑白配吗？哦。香肠面，好吃吗？还可以。小时候最喜欢妈的。还可以啊。这里一个奶茶的奶茶味的巧克力，推荐一下。但是奶茶味巧克力没有这个好吃，你吃过吧？小时候吃过。可是你小时候也吃过。我有代沟。别这样，妹妹。零几号？零。你猜。零五？啊不，太小了。零一。零一啊，我跟大十岁了，整整十岁吗？整整十岁，我91嘛。哇，这个好难啊！你想把压碎是吗？对。有点饿了哦。你怕泥鳅？怕鱼类。那怕泥鳅吗？泥鳅也算鱼类吧。那你吃鳗鱼什么那些都不吃吧？鳗鱼以前吃，我只要看到鱼，就是如果那个鱼没带鳞片，像三文鱼，你就可以，或者金枪鱼是 OK。你可以吃生的。嗯。不错啊，不是回来了。嗯，回来了。当然有没有人愿意试一下我们的羽毛球？肯定愿意试啊。腰活一下。